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aren， 我是 Sunny。 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韩国上班族的访问单元，请来是 Sunny。 红瑞珍三明治呢是台湾彰化的红瑞珍饼店所推出的三明治产品，里面呢就是只有蛋皮、火腿跟美乃滋，就是跟一般三明治的口味比起来非常的不一样，在台湾呢其实蛮受欢迎的，我以前也还蛮喜欢吃的。那有些人可能不知道，红瑞珍其实从2018年呢就已经到韩国拓展他们的分店，现在已经有大概200多间分店了，而且之前呢还请来寄生上流的崔宇植当代言人，本人很帅哦，很帅。今天我们就要请来在韩国红瑞珍唯一工作过的台湾人 Sunny， 来为我们揭秘就是韩国红瑞珍的 everything。大家好，我是 Sunny。 18年大概4月的时候来，那时候来说我是打工度假，朋友的朋友的朋友，然后就认识了这个代表。那时候我们第一间店是在宏大，然后我在宏大店大概打工了两个多月之后呢，老板知道我是本业是做平面设计的，他就问有没有意愿要去本社上班。哦，所以你是打工度假的时候来，然后在宏大的红瑞珍打工。对，因为那时候因为很多观光客嘛，然后那个地区讲中文的人很多，他需要一个台湾的打工仔去那边介绍自己台湾家乡的商品什么的。就我4月1号到韩国，我4月2号就开始上班到去年年底这样子。而且做设计师其实是蛮神奇的，要来韩国工作的话其实一技之长是蛮重要的。那你在那个这个红瑞珍当设计师，主要是负责产品包装的设计吗？还是就是什么网页设计啊，还是门市设计这种？一开始有关设计的一丁点皮毛什么全部都会来问我，一些海报跟包装这样子。刚开始红瑞珍是没有座位的，你也知道韩国的咖啡厅还是什么，就算饮料店来韩国他们还是一定要有座位，所以到最后变得衍生有座位之后，卖场空间变大，需要设计的地方就会越来越多这样，所以都会来问我。这一些 banner 旗帜，然后小到一些标签贴纸、产品的拍摄、整个包装什么，我都是自己亲自来要去做。所以你进去的时候红瑞珍有几个人啊？我进去的时候其实只有四个人。所以你是元老中的元老。对，我是元老。为什么当初老板啊会想要把就是红瑞珍带去韩国？我可以讲一个，老板他亲自跟我讲，他跟他的台湾朋友去台湾玩，然后去台南，然后说啊吃很饱什么什么，然后那个台湾朋友就说今天店很好吃，你自己吃一下什么。口气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因为男生啦。老板就说啊不行，我真的吃不下。然后那个台湾人朋友就说不行，我一定要买给你吃。然后老板就说结账的时候呢，他就已经把那个三明治吃掉，他吃下去的瞬间就觉得天啊，这东西也太好吃了吧，他要把这个东西带去韩国。有这个想法之后，他们可能就开始联系台湾那边的红瑞珍，然后听他说本来他们都是没有要代理给外面人，就是他们就是自己家的东西，可是看到老板的真心诚意，被他的真心打动之后，就愿意就是让他来韩国做这样。成绩也做得不错，所以现在可能也有计划想要发展去其他国家的想法吧。